个人的事务所或者是个人的工作机构走向实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新方向。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竞争就是全球性。在这种变化很快的情况下，我其实是想让这个公司保有一定程度的实验性。空间形式嘛，这是建筑的，我认为它的原理。这个房子能够给人带来足够强的刺激，那就是一个好房子。为什么叫年轻事务所呢？因为它还处在上升期，正在成长的状态里，寻找应该呈现的样子。据我所知，你虽然叫刘洋，但是并没有留过洋。之前我采访的三家事务所，他们虽然不叫刘洋，但是都有留洋经历。这个有没有自卑感？没有留过学。这问题一上来就给我吓一跳。我你看看啊，咱们还从刚才那三个人说起。这个王硕，他是去的西洋。这个陈建春呢，他算东洋。对，这个李涵呢，他是南洋，澳大利亚南洋，那我就只能北洋了，我北洋水师。你这反应太快，打我措手不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哎，好吧，以前这个地儿就绝对是北洋，对吧？我是出生在胡同里，然后我基本上，我想想，我是什么时候搬走的？上完初中，搬出了胡同。但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都是在胡同里边。其实包括咱大学，其实离胡同也没多远，转身就进胡同。对，所以其实对整个那种更市井的那种东西，一方面熟悉，慢慢的就会变成喜欢，然后耳濡目染的话，就会流露出来。所以最后把这你的事务所依然选到了胡同里。对，那就是想一辈子保持这种原生的胡同气息。我挺希望如果能够保持的。其实我自己开业近几年了，也六七年了嘛。你总要找到一个你自己的独特的东西，然后这个独特的东西的话，你还能有机会，或者说是你比较擅长的，你能够把它给做到更远或者更长久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自己就琢磨呗，你说我有什么独特的东西？这个我就北洋了，就是北洋。之前在飞常啊工作过一段时间，做了好多的小项目哈。那你现在项目其实挺多的，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当时的一些经验有没有带到今天来？其实我挺早就在飞常，我从大三开始就在北大听课，然后从大四开始我在飞常实习，然后毕业以后就去了，就在那儿就待了几年。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方法，其实设计方法其实是那个时间形成的，就是怎么做设计这个事儿。比如说从逻辑思维，然后怎么导到怎么让它物化，这一套工作方法其实在那儿学习的。然后后来我又去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新老师那儿。然后这事儿我其实很多的工作习惯，然后甚至生活习惯，其实都是在新那个时候养成的。比如说齐老师每天早上起来先得当当当当当当当弹钢琴，然后再干嘛吃早点什么之类的，再慢慢悠悠的。你看齐老师从来永远是不着急不慌的那么样一个状态，张老师有时候还眉头紧锁那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就是当我从飞常走那天，我去找张老师说那个您看您有什么多少什么之类的，然后张老师跟我说一句话，我现在就印象非常深。他说你要是喜欢这个事儿，你就得一直坚持，才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到齐心那儿，我觉得现在回过来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坚持肯定要坚持的，但是你一直也笑着坚持。也就是说张老师说你要受苦，那齐老师说你要笑着受苦，苦中作乐。对。今天跟你谈，我一看你之前的访谈，一看你写的文章，哇，真的是一点理论都没有。我觉得刘洋的最大特点是没有理论，完全不讲理论。这是怎么个事儿？是觉得说理论太拽了，还是天生对他不感兴趣？这么说吧，其实一方面我属于那种
你让我说，就等于露怯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您还看过几本理论书，我连一本没看过。这个，然后呢，第二个点其实是，我是觉得设计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建筑也好，世界也好，什么什么的你的理解。而这个事儿呢，其实完全不一定非得是搞得那么复杂或者那么玄乎，你就把你的理解给说出来就行了。而这理解的话，可能是非常非常理性的，但你可能的话也是感性的。而我的话，其实可能会那感性的那一块的话会多一点。我自己的一个说法是，就是如果要是一个建筑师不能通过他的设计语言，和他最后形成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话，就肯定不成功。所以哪怕只是一点儿，真的是把它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那可能是非常成功的。那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房间，这里边？你控制的是什么和不控制的是什么？我这房子其实是我对这活动空间的一个，你叫缩影也好，或者叫一抽象也好，什么都行。就是我对活动空间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乱啊，哪儿什么东西都有，无论是时间上的东西，什么这个几百年前的，或者十几年前的四大烂件，到现在新建的这些所谓的网红的这些东西，都在胡同里边都有。然后这是物体的，然后人的状态也是，你是这个八九十岁的老大爷在那光着膀子的，还是说这个就是胡同里边有很多知识分子什么什么之类，像您这样的知识分子，然后也有这种小年轻小网红什么之类的，其实他的人物他都处于一个非常混杂的一个，在视觉层面上吧，声音层面上都是混杂的状态。但是当你真的在里边生活，真的沉浸下来了以后的话，它胡同里边还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生活气息，或者说一个感觉。它有一点像一个植物群落或者树林，对吧？它好像里边藏了好多的内容，生机勃勃的，但实际上又是很安静的一个整体气息。没错，这个气息是如何被把握并且注入到这个小房子里呢？我总结的就是生命力。就是它一种复杂的生命力，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某一种东西让你看到。所以我其实是把这些气息也是通过几个层面，比如说物体上的、时间上的，就是我会把这些刚刚讲过了，我这整个这个房子的空间布局跟原来我完全保留，我觉得原来就挺好，虽然它是有老房子有四大乱件有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没问题。然后它材料，比如说门口这老砖是以前就是这房子拆下来的100多年老砖，我直接给重砌了。然后原来四大乱件的红砖我也给它拆下来重砌了，然后收了这种老木头啊、老梁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包括我故意的做的就这种混凝土的这种结构，这种既不是抬梁又不是穿斗的这种东西，就是它都是一些从职业建筑师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有点随意，所以说没有控制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我觉得其实恰恰是胡同里边的那些生命力的体现。但是我要怎么把它这些很多东西让它变成宁静的，变成和谐的呢？这个其实就是要控制的，或者说是要这靠建筑师使劲的这种地方。我想的一个招其实是通过这个结构的力的这种平衡，力的传递。力这东西的话，其实也可以说是建筑里边这空间里边其实强力的一个事儿吧，或者说比较特有的一个事儿。然后它呢又能产生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一个张力或者平衡感。就比如说我这个本来不大的一个房间，中间处一根大的混凝土的，就是圆的，对，圆的，视觉上特别显醒目，对，这种柱子，然后在柱子上，咵，一根很长的混凝土梁，梁上乱七八糟的处了一些木柱子，但它其实我觉得并不乱，它其实是通过这种力量的这种传递什么之类的话，产生了一个平衡感，尤其是在房间里边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就更能够沉下来，这可能就是我说的那个控制或者说不控制的那个东西。但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最后我想要的那个事儿？我自己觉得还行，但就看看别人觉得或真正的老百姓觉得怎么样。反正因为前两天我不是办展览嘛，这个大爷大妈什么之类的都经常看什么之类的，哎，基本上都走的时候，哈哈，最高奖赏。你知道爸爸说他自己得到的最高奖赏是拉砖的师傅来了，到他的路灯杆杆里走了一圈之后，好，那专业人士的他不在乎的。这东西你怎么才能做到普通人的心里边？我觉得这个项目跟之前三宝棚艺术中心还是有区别。是那个呢，更显得像是一个很现代的、
很有一定抽象性的一个东西。说、说白了，那个房子是我们2015年做的，嗯，是第一个大项目。对，第一个肯定是第一个大项目。我所以现在也其实挺限制甲方的。就是、之前有小项目，有小项目，但基本上都是室内，就基本上没有房子干出来，就是自己独立了以后啊，那甲方这个。慧眼识珠，真是从谦虚到骄傲之间不停的震荡。哎，这让我们去干那么一个事儿。他是怎么回事？是直接找过来的？那之前看过你做的什么东西？其实这事儿还挺巧的。突然我有一天中午正在吃面的时候，哎，手机突然响了，这都突然响了，说什么呢？哎，我们这儿有一个项目，你要不要来看看？就突然有一个人加我 QQ 号，嗯。然后看着就不像真事儿，对，我当时以为是骗子。然后但是我当时也没什么项目嘛，那骗子咱就来吧，咱就玩呗。然后就真的去了，去了以后的话，实际上那个甲方非常非常好，他们实际上最开始也并没有想一定要作为美术馆或一定要作为什么东西，其实他们当时连用书都没有，我们就是一块聊，然后他们最开始说他其实是类似于一个旅游地产这么一个项目，他们在当地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也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客户什么资源，他们想就做一个，咱们作为临时售楼处吧，然后这样咱们能够让人知道我们那干了一事儿。然后我就没做售楼处，我直接说咱就直接做一个临时的一个美术馆，他也能当售楼处去那么用。其实当时他没有报批，想做一个临时建筑，想拿集装箱作为建筑，然后我把集装箱都给飞起来了，下边像横幅墙架着集装箱，一下就做了一个150米长的一个房子，啪，把那方案。给甲方一看的时候，甲方也傻了，找我做一个500平米的一个临时的混凝土那个集装箱的房子，结果我给他做了一个3000平米的一个150米长的一个夯土的房子。但是甲方，所以他很厉害的，其实他觉得这个好，一定要干，识货吧。结果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无论是经济上的、时间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吧，就愣把这东西给干出来，给做出来了。但实际上，我现在反思，在那个时候，我在设计上还有很多东西上，其实是很不成功的。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房子嘛，就是你的攒了三十年的劲儿，都在一个房子给使出来，其实是挺强势或者说挺极端的那么一个东西。而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比较放松了。在这个时候，我其实对这个结果是有控制，但是没有那么强的表达欲。而更多的话，其实我挺在意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乐趣。看我这形象好像也还算是干净利落，但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你想什么古典的东西，什么这些老范儿的那种玩意儿。你这话前几天李涵也说过，是吗？那他就是没说自己干净利落。挺有意思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四个建筑师里边其实有两个人提到这个，其实我自己偷偷的觉得我也不太现代。包括你自己的描述啊，就是你的建筑的起点就是午后，对吧？那句话我不重复了，我怕你觉得尴尬。这太感受了。但我相信那是真正真诚的一个表达。这个东西好像康说是大树下啊，对吧？但是他我觉得还是很理性，他描述的是一个活动，一种互动关系和关系，而实际上你描述的就是意象，就是场景，就大树底下太阳穿过，我能想象，然后人们在下面三三两两的，然后这饮茶这聊天，那种生活带来的闲适感，以及在这种安静的状态底下你体会到的生命流逝。那么建筑这里边充当什么呢？我好像没看到这是一个建筑场景，这是一个好像生命意象。首先来讲，其实那个东西是我建筑，就是这个自己独立以后，你可能是写的第一段文字，可能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我自己是因为我真的喜欢那种场景，而那种场景的话，就是无数次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过，我感受到过，所以说我希望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把它表达出来，让别人感受到。这时候我觉得我这做房子这事儿变得可能稍微有点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而在我来讲，做房子这事儿一个更大的意义，其实是跟别人没关系的，其实可能跟我自己有关系。就像我刚才说，我其实比较在乎这个设计这个过程，也更在意这个房子，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打动我自己，是不是能够产生刺激。我多回答您一个问题啊，好像一般别人都会问，就比如说，哎，你觉得什么是好的建筑？
我也忘了。这问题我从来不问。那我还说吗？说。这我觉得是你强烈想回答，虽然我不想问，但你强烈想回答。对，我想回答，这个。这是做过预习的准备过。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房子能够给人带来足够强的刺激，那就是一个好房子。不论这个刺激，我完全同意。对，是让你哭，让你笑，还是什么，这无所谓，只要有刺激就行。那你这几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又做了好几个小民宿啊，嗯，包括那个医舍和青舍，嗯，这个，对，你觉得里边并不够强烈吗？没有实现自己的需求，只能说有局部有些点吧。其实我做民宿的话，其实一个目标其实是想尝试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以前就是业主或者甲方的那种强烈的意愿，你肯定是要满足的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做这种民宿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跟我特别特别熟的同学或者朋友，甚至全都有的就是我自己搞的，杀熟。对对对，所以其实是又当乙方又当甲方的一个状态。我以为这样的话，其实说你会更自由，也许你会带来更大的创作热情啊，淋漓尽致的表达。对对对对对，但发现好像也没有，所以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自己身上了，就不是出在甲方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反而是这种当你自己在这里边会参与的，你的角色会更复杂的时候，你会其实会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限制。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叫大料建筑，不叫花椒建筑或者是八角建筑？这应该得问我的这个合伙人，这个同学、同事、同床。是他起的，而其实是一个挺偶然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之前给自己其实起了几个名字，就是叫北平建筑，然后叫主攻建筑，然后啥好像叫什么大风建筑之类的，就类似这么几个。然后他觉得这什么玩意儿都不行，然后我就说你行吧，你说不行那你起一个吧。然后我就说你反正你明天早上你必须告诉我一个。然后他那个人是一个特别理性。但是他其实是特别主见，永远不着急不着慌的那么一个人。定力是你的定力啊，对。然后他就最后到第二天早上了，他可能做饭什么之类的，在厨房一开抽屉，突然就看到抽屉里边有一包大料的一个袋儿，上面写大料大字儿。他后来跟我说，他是看到这个，然后觉得就叫大料吧。真的就是那个大料，真的就是那大料。嗯，然后我觉得好像也行，对，也行。因为对我对明镜理解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你听一遍也觉得好记。然后最好的话，它还能让你有点好奇就够了，不用有什么跟你的实践呀，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像有一个特别深奥的一个联系，我觉得不一定。嗯，对。建筑师是一种生命表达，我自己认为它应该最终是一种生命表达。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能在养家糊口的一个基础上，能够把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好玩。真的好玩吗？做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很焦灼的？一个节点一个地点，到处都是决定，都是熬夜，都是仔细的画图。我是觉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更清醒，或者更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其实是希望通过接受更多的生历程，更加刺激，然后来反哺我的设计。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互动的，一个是设计，一个是生活，这两个东西在我这儿其实是完全没有分开的。生命好玩，设计的好玩一个事儿，也就是说，设计选择这个职业道路以及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是一种内在需求。对，我觉得是。这个事儿真的是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会有怀疑，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什么之类，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嗯，对。但总的来讲，其实是跟我。年少轻狂时候的想法还是接近的。现在是年也不老，轻狂依旧。